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亮哥养鱼频道，我是高亮。赵本山原来住这里，不过都是一些成长的养分。那人家觉得挺牛逼，你说十万花园在沈阳当年最牛逼，现在不牛了呗？右拐呗。对，右拐走到头。锁锁了吗？但是也不嫌是几层的。Hello， 就是这个，应该我昨天换的，换了这么老的水吧，完了就能稍微看着还能强点，但是过不了半天，就这个，然后这个，这里边没有清道夫吗？没有，买多少天了这鱼缸？对，买了能有。小半年吧，也就完，一直都不怎么太清楚，就一直都那个我主要是那个，我搁视频里边也看了一下，主要还是过滤这块没整好，是不？那底下这些什么滤材啥的，滤材应该是也不行。它这种培菌效果比较差，都太沉了这东西。摆的也挺立的。这鱼缸多少钱买呀？全完事要了8600啊，8600-7。就因为不是，我也不明白，完了就是。包括这底下这些东西也都是那个，就是买鱼缸完上门，他安装之后给我整的。他就问我养什么鱼，完我说我就想养点锦鲤。然后过滤这块，这滤材都换成陶瓷环了吗？那这灯是24小时都开着？不是，我一般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完了我把这灯打开，完了晚上7点钟左右吧，就给它关了。这个里边这些叫什么滤材啊？把阳光照了。对，一个照完，但是以前吧，我也都除完了，有的说的，说不除好，有的就说这个说除，我这个我啥也不知道啊，也不明白，没有一个说的那个比较那个那什么的。这玩意儿没有用，反正瞅着。你不看着埋的吗？对，阳光照，说。咱也是搁网上瞎看，然后看人家。所以这个那个什么亮哥，你别看看他是怎么调整的，是换把这些滤材换了，还是说的需要怎么？滤材都换了，他那滤材不行了吗？这是买鱼缸带的还是后配的滤材？是他，我不是买鱼缸带的，但是都是新的。他那个给我那个，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东西，完他帮我配的都是。就之前啊，你这一放完鱼了吧，完了开始喂食了之后，没几天，完了就一直是就这种效果。就是你看说浑吧，还不是说那么浑。这里边你加过那种消化剂吗？加过。这个。每回换完水之后都能加点儿。这种其实就是样本货。不是骗钱嘛？瞅着花里胡哨的，瞅着，哎呀，
这设计这玩意儿的人呢，都心心眼儿没用上正劲。你繁琐点，人家不是好要价吗？看看啊，那困嘴膏为啥没用呢？我是因为啥呢？我长就是，我是两三天吧，他就告我换点水，完了我这水换的也挺勤的。完他说那个，一旦要是有什么停电了还是啥的吧，说容易这溢水啊，还是反正挺复杂，我这咱也不太明白，我就一直没敢用。现在最好是把那边吧给他俩打通，然后全都放成绿产的，这样你的过滤效果肯定好。现在放绿产空间太小了，然后他妈他整那些东西其实都根本没有用。这边那个就根本没有用，整那些乱七八糟叽里呱呱的这种，就说，那我看这个就是底下这个，就是这个过滤系统这底下这个仓是不是也能找人定做呀，还是咋的？要是不合理的话，是不是咱可以就自己重新做一套？可以做，但有点浪费了。这个吧，我看我合计合计怎么给它改一改，尽量就用它的，反正是有点费劲的，我看一看。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鱼缸现在设计就比较复杂啊。这个红颜色的管下水下到这个里边，然后这么一层层这么过滤呢，回到这个泵舱，泵舱又打回来了，走的这么一个途径嘛。这个比较简单啊。现在呢，它这个属于一个困水舱，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根本没有用的一个东西，它占用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底滤箱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这里边呢，现在给它改善的话呢，这里边应该全部都放上的我们那种滤材啊、陶瓷环，然后现在呢，这边有一个整片的一个玻璃，把这个它这个困水舱和这边这个过滤这个系统它俩隔开了啊，现在必须得想办法给它们打开打通。底下这东西都也，现在底下你也平时也用不上它什么功能什么的，就。什么也用不上，都没有啥功能，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就是它这个管儿，我也不知道它都干啥用的。它整那个东西很复杂，有很多可能是排水了，或者是什么，就是。那就是那个我本身他也没告诉我。那你一般换水是把管儿就接在这个顶上就换水？不是，这儿。啊，对，把管接它上。就把管接它完了，往那个厕所就一甩，完了放完了之后。完了再重新自来水往里一灌，就是就像这些了，包括那些什么管路啥的，我从来我也没碰过，包括这阀啥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他告诉我就是你就是我都给你接完了，整上你也不用管它，它就正常循环了。像这些这没告诉你，这就是这些东西嘛，它也能放水，它可能是排一些底下这些东西。对对。它关键它这玩意儿设计它根本没有用，你说它什么管子它能这么放出来？你要跟他接管吧，完了排底下这个仓里边的水，但是没有用啊。他这底下，他这个东西，你说你也不能往这上排，完了你接管吧，他压可能还不够，完了还淌不出来。所以说他这个东西设计的吧，你就刚开始咱不太懂，买的时候咱也不明白，回的时候到实际上用的时候吧，你就发现其实他的很多东西就是样子货是吧？对，你就像底下这两个底牌是，他当时这个东西现在吧，就咱养半年了，多少明白点了，现在知道。他介绍的时候什么又什么三排出口又什么多少排的，感觉可能像挺高级似的，但其实你到实际当中根本就没有用。昨天买回家自己领悟一下就知道有用。是这个因为之前吧也没养过鱼，所以说不也咱也不懂，买缸的时候咱也不懂。这听到不还挺给力。他把那个背景看出来了，不会吃了。那个青岛脯挺有效果啊，挺有效果啊。我来的时候还合计呢，我合计这青岛脯要是遇到好的青岛脯，就是他能把这玩意儿吃一年。要不然这两侧都看不清。平时声音就这么大吗？对的。这就感觉好像声音这么大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这个上面是砸的水。我服了，你帮我画一道来。
发到哪儿？我一按着吧，来。不不，来。这边来，你把那个笔推那边去。行。推到头了。到头了。行，好。全嘎掉啊！啊，把这一块嘎掉，这个那给它嘎掉就好了，主要给它嘎掉。那它那个还连着那个？那都没用，那都好吧。全撤下来了。全撤下去。这回就是我这个回去思考了一下，给它彻底给它那种。你这么敲啊？啊，对。那不行啊。行。
上面那一瓶全就是全打下去吧。我那天跟你说那方案，我回去考虑一下，就是这么整能更合理一点吧。就是我把那个下水吧给它延长到这边，然后那泵那个位置还搁那儿，把这边全部打齐了，然后这样你后期就是维护还能，我感觉这个给它拆下去吗？那个一会儿我看一看。哦，啊，它要是不影响使用的话就不拆，它要是影响使用挺别扭的话就给它拆了。嗯，反正增加难度了。我那天我考虑这边吧，原来我没想把这边玻璃打下去，后来我就感觉我怕你时间长了吧，这边有点别手，我就回去把这边还是打下去嘛。告诉他点儿，别掉了。我拿胶也给人粘上。嗯。嗯。套了一个护套。把那个插下来了。啊，这一会儿都完事儿都整了。现在他们把这个鱼缸吧，都整的他妈挺费劲的。进屋没少摆呀，多少个？就一百多呀，差不多。得有一百二十。多少钱一根买的？2块钱啊，2块钱，30块钱啊，我记不住了。我原来卖就卖1块钱一根，质量比他还好呢。是吗？嗯。我记不住了，我是当时他们都是给我就像一起给我拿来的，完了也说不好他妈的哪个多少钱，记不住了。
水清凉点然后啊，挺好。还是反正没有，没到最清的那个。还行，他那个，这礼拜没换水，完了他那个有些那个面上反正还是有点那个长点那个绿那个苔藓。他什么时候就两侧吧，就是达到特别清那种感觉就好。现在反正还是差点。还差点那个。啊，这个生化棉还有红色的吗？有。系统反正应该是没完全把那碗成熟是吗？回去那个今儿不干包还带点绿啊，然后回去补完绿苔，正好就借着换点水，下午有点事儿啊。反正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就行，因为它那个就证明它好使。那一看比你那没擦一擦。我每回换水的时候，有那个就是那个前后粘的那个，我就简单划了划。就是那个磁力刷那玩意儿吗？对。啊，这是不是就用那玩意儿？对，就那个。我看别的东西不太顺手。再过段时间，它逐渐水能比现在还起。那别的没感觉，太平了。可能应该过段时间，应该逐渐水能变比现在还起，现在没完全达到这个水。没完全达到这个水。那就看看应该别的地方也没啥。没啥，就是到我这放点绿苔。我这都是没咋收拾，我那个换完水了，就是拿那个刷，刷完了之后，其实我感觉挺清了，但是我不知道你说那种特别清的是到什么能到什么程度，但特别清就是感觉，哎呀，反正它现在多少有一点点发白，有一点点发红，就是发红吧，有一点点，正常特别清应该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新鱼缸里边倒上那个没没放鱼之前，完加完水啊，反正我就感觉这就比我原来强多了，就那个感觉效果挺好的。完了，一收拾完一换完水，擦完了之后啊，还是看着挺那个挺清的。反正锦鲤它也是能吃能拉，但是一般我这就是我自己个人嘛，我收拾的不勤啊，没有那些功夫，我这十天半能蹭一天是一天啊，换水了啥的就。我估计再过一个个把月吧，就应该能特别起。瞅那棉花感觉很好。它有时候系统没平衡的时候，它棉花那个顶上堆积的那个粪便的感觉吧，也不是这样。它这个感觉。它那个反正有的时候，比方说你换完棉花之后，就头几天你要感觉水特别清的话，然后就是时间随着时间推移，然后水越来越浑的话，那你就那个就可以加，就是稍微给它频率稍微加快一点，就是可能几天就换一个。那根据想一想，你能品出来。要是没有啥变化的话，你就可以往后延。你换完棉花，水可能也没变清呢，你就往后延，就不用换那么勤了。这玩意儿就得靠自己感觉。不，这个条棉是你原来给他铺的，还是他自己铺的？这我自己铺的了，他给我铺的早就换两回三回了。啊，那铺的也行，就是老有粉丝问我，哎，亮哥，那个条棉怎么铺啊？怎么放？这人。上回亮哥你铺完照着学应该能你这要再不整明白了就哎，有个别粉丝老问我亮嫂你那个条棉怎么铺怎么放啊，我说这个条棉比较窄，我说你得叠加使用的，完就没明白叠加使用是怎么铺。
那你感觉鱼的状态有跟原来有变化吗？鱼原来也是这样的，就是水清不清跟它的状态没啥关系。反正我感觉就是不是有点状有点改变吧，就咱们吃食儿的时候能就是能比以前我感觉能活跃点儿了。啊，能活跃。原来是咋的吧？你看就是原来就是这个最大这个，哦，就他抢食抢的狠，完了就是。他吃的就比如说你一碗扔个二三十粒吧，他就是自己能吃一大半，完他吃的时候他们就不咋往上凑啊，完现在就属于咋的，早上你看我一下来吧，他们就都一听有脚步声了，往下他们上那儿待着，完我跟那边一扔都跟那边喂食啊，完我一扔完食吧，他们也开始抢着吃，就是别的没啥，就是我这鱼吧，就是可能是氧气打的原因，就是我一直都打着氧气。就从买回来那天，他们就搁缸里边就哗哗哗使劲窜，就不像人家看着那个稳当的，我就他们就没完没了，就使劲游的还挺快。这个氧气的泵搁哪呢？就这白的。啊，就这白的，这个能调节的吧？我不知道啊，就这调不了吧？我没找着有拧过啥的。你买的时候，这个鱼就大呗。还是后来在井池吃长大了。买来的时候跟。比那个能稍微大点，但是也不是说的没有这么大，啊、嗯，就他就是，他那个从来的时候他就抢一狠，你看就这个都是好像是，就是我感觉我看着他吃食啊，就这个，都是也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就是刚开始来他都不吃，就别人吃他都不吃，那还得有点胖，嗯。完这大的就是这大的它就是那啥，你看有的时候吧有几粒那食儿要飘到那个就飘到这地方来啊，别的鱼都不就现在都是就其他的都不敢过来，就它过来上来吃。9000多，我给它设定到一半儿，它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吧，不是它那个全开就好了。它全开有时候水流太快吧，这个东西它过滤吧，就是可能没过滤干净，它又他妈给冲回来了，就是给它设定到一半就行，嗯，完你品一品，完噪声还能小点，它有时候咣咣啷的声音，我感觉声音有点大，咣咣的。如果就是我给你调小了之后，除非是底下原来可能有一点那个粑粑粪便啥的，原来就是可能一点没有，因为它水流大嘛，要是比方说你调完变小了之后呢，它挺明显的话，你就再给它开大，要是啥变化没有你就不用管，就开了现在这么大的，应该只有好处没有啥坏处。现在我瞅着粪便可能它都得冲，最终能冲到底下去，嗯，如果以后粪便都聚集在底下了，说明它这个鱼缸那个泵还是给稍微开大点，它才能有劲儿把那粪便带下去。如果说没有任何变化，那你就还是用它一半的那个功率就行，不用给它开太满。哦，完你哗啦哗，一个是浪费这个浪费能源，第二声音特别大了，第三个是它劲儿大了，过滤不一定效果就好了。它有时候把劲儿调小了，你它有可能水会变得更轻。这边要是买个那毛刷飞吧，估计声音也能变小点。啊、嗯。绿色的是吧？对对，绿色的买一个就行了，刮塞里边，声音也能减少不少。你这期你把这声音好点啊。我没啥，我感觉之前就挺好了已经。主要是再打电话，好，应该没啥事，我改造完应该也没啥事。就是系统没太完全形成，估计以后过段时间的话就好了。走吧，走吧，行，走吧，好，有事别打断。好嘞。刚才从那个就是说粉丝家出来啊。然后这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改造鱼缸的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吧。
然后这个鱼缸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一个，就是比较现在来说比较流行的这种底滤鱼缸吧。然后做的其实呢，确实挺漂亮啊。因为我回看了一下我改造这个视频的一个过程啊，我没改造之前的这个鱼缸，其实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逼格满满，然后比较先进啊，给一些新手一些。没买过这种鱼缸的朋友的一种错觉，就是说这种鱼缸应该是，哎，它集了各种先进的这个科学技术啊，各种这个先进的这个过滤系统于一体这么一个鱼缸，但其实根本不是哦。就是说，这种鱼缸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让你去交一些智商税，然后或者是满足你心理或视觉上的一种什么呢？一种补偿吧，一种虚荣啊。其实对于养鱼本质来说，这个鱼缸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然后它的所有的设计的理念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啊。然后给它改造成一个我今天就是经常使用的这种比较经典的这种过滤方式，加大这个就是说我们生物滤材的这样一个容积。这个就是说一个鱼缸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我们回归到根本就是什么呢？简单而且实用。然后后期呢，就是说这个粉丝他自己换起这个过滤棉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的轻松，或者是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呢，就是都比较简洁。过滤棉这个东西呢，其实不要去经常的去洗啊，不要经常去洗。因为有很多粉丝呢，现在有很多人呢，他会给你灌输一个什么理念呢？就是我这个过滤棉呢非常耐洗，就洗很多回了以后呢，它这里边纤维也不受损。其实这个观点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用什么呢？用这种一次性的这种过滤棉是最为最为科学的啊。因为人呢，尤其是一些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我一个亲身的一个体会什么呢？尤其是一些家庭条件啊，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些粉丝鱼友朋友啊，不要去经常去洗这个过滤棉，因为有很多人是什么拿这个过滤棉是拿大凉水去洗啊，你在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凉水啊会对你的这个身体这个手啊造成一些叫什么，就是风邪的侵入啊。用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说，你老洗，如果你常年去做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到了一定岁数的话，你容易得什么风湿关节炎或什么类风湿，这些就是说的一些免疫系统方面的毛病。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我从来不去洗这个过滤棉啊，很少去洗这个过滤棉，我全部都是什么呢，这个过滤棉用到一定程度了就给它一次性的，像那个什么呢，像那种叫什么隐形眼镜一样，就给它抛弃了，然后换新的。这样的话呢，对你的这个身体来说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啊。不要，尤其是这种大凉水啊，千万别用大凉水去洗这个东西，对人体有非常严重的这种伤害啊。到岁数以后，全是这种关节啊，包括机体骨骼方面这个毛病啊。我看过很多就这个行业没事老洗那个过滤棉的人，到老到岁数手指都肿了，或者是都动得不了了，他得的那种东西就非常致命啊，而且那是终身不可逆的那种伤害。所以说我们就买什么呢，就买这种条棉啊，它的过滤效果非常的 OK， 然后它的造价成本非常的低，然后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对你的副作用就是说没有副作用，一次性的。然后它每一回呢可以用多长时间，大概10天到半个月这样一个时间。你每个月其实在这个过滤棉上所耗费的金钱也就是1-2块钱，为什么要去洗呢？对不对？这个就是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过滤泵呢，它这个始终呢，现在我们来的时候呢没到一个月啊，这个系统没有完全形成，因为它的整个这个生物滤材全部都换新的了，重新培养。现在呢就是说的应该是没到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系统如果培养完全成熟的话，这个水会比现在轻很多啊。但是由于我们有的时候出片的这个频率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着急，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再等一个月的时间去把这个视频完成啊，所以说也快过年了，就今天呢
就是虽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一个展示效果，但是说大家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应该能懂这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应该是会非常非常轻的啊。如果说有朋友哎对这东西有质疑啊，哎你这东西我们可以以后再连续再回到这个客户这儿去给他做回访，比方说过一个月两个月，让大家再好好看看真正它清澈的一个程度。这个东西是做这么长时间了，对这点东西还是有信心的啊。然后水泵那一块也给做了一个调整，水泵那一块呢，绝对不是说这个流量越猛，这个过滤效果越好。通常来说，这个一个水泵它配多少流，就是一个鱼缸它配多少流量的这个泵是正好的，大概就是这个缸体容积的5倍到7倍之间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不要说的就是说的啊，必须给是10倍啊，是多少倍？往水流越猛，这个过滤效果越好。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啊。一个是浪费电，浪费你资源；第二，产生很强烈的一个噪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消化反应没有完全的这个结束，然后这个水又循环，对这个整个生物系统是一个浪费或者是一种破坏。知道吧，这个消化细菌它能分解什么氨氮亚硝酸盐，它是需要这个过程的啊。比方说这个东西它1小时能处理一遍你这个水体的这个氨氮，那你这个东西1个小时过滤了5遍，其实是有4遍其实是给浪费了啊。大家能懂这个意思吧，它没有达到一个和匹配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做这个鱼缸的过滤系统呢，和我们开车呀，包括我们做别的东西一样，它没有什么最好或者什么不好，它只有一个合适。你这个鱼缸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容积，它就正好，比方说用5倍的这么一个流量的泵就正好了。你多，你比如说我6倍7倍，你感觉我会不会好一些？其实一点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一些资源上的浪费。而且过强的水流呢，对鱼在这个鱼缸当中能不能一个精神方面的刺激也一定会相应的增加，因为越强的水泵呢，它产生的噪声也越大。就是说我们去做这种鱼缸系统的话，一定要是考虑的是全局啊，考虑的是一个全面，绝对不是说啊、哎、这东西我简单的单向的，我认为这东西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好，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啊，兄弟们，这个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然后就是这一期呢，给大家总结一些非常实际的这个实战方面的这个鱼缸改造啊。如果说你想让你的鱼缸过滤效果非常的好，让鱼比较健康的去存活的话，还是需要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去评估这个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啊。然后在我这个频道呢，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养鱼干货知识去跟大家分享啊。然后这一期节目呢，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有任何养鱼方面的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或者私信啊，我也会尽量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和讲解。然后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拜拜。